第二题啊，第二题很有意思。哎，这应该都蹲下吧？我觉得这不蹲下也太不诚实了。请问有在学生时代写过情书的人？三、二、一。怎么可能？哇，你俩有点嚣张吧？哎，这四个我觉得过关。你们两个干什么？看都看不过来。看不过来这种话你也敢说得出口啊你？从来没写过。没写过。那表达呢？表达也没表达过。没表达过吗？表过白没有？光顾着跳舞了是不是朋友？你光顾着跳舞了，只收不写。那文涛你也没表达过，从来不表达，喜欢谁就自己默默的就是忍着，就像拿到宝藏一样默默的忍着。对方就来了是吧？